环球科技大厦观光餐饮系学生，顶个月出国参加有餐饮界奥运称号的 IKA 奥林匹克厨艺竞赛。六位学生总共是摕下18面的奖牌，其中三年级的学生陈冠敏一个人就摕下三面金牌，一面银牌，这么好的成绩，让全校学生拢感觉讲真光荣。校长陈奕兴强调，环球科技大厦办学上大的目标，就是希望会当培养出有创新、创业，同时嘛是业界所需要人才。这次成绩嘛证明环球有能力培养出上杰出的学生。又阁有好消息咯！环球科技大学观光餐饮科学生前往德国参加2016 IKA 奥林匹克厨艺竞赛，伫个首个雕刻艺术类，六名学生总共摕到了18面的奖牌，其中学生陈冠敏都摕到了3面金牌、1面银牌的好成绩。我要刻这种作品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说要把中国的文化带到欧洲去，然后就想到说三太子跟龙，这个比较具有代表性。对，材料你大概花了多少的材料才刻出这一件作品？大概3000公斤，三吨。对，因为还要加上练习。选句子好好读，有前途。从这一次的环球科大五位同学在柯明忠老师的带领之下，经过长期的努力，终于得到厨艺界的奥运最高的荣誉。我深深感觉到欲有容焉。有这款成绩背后是努力，搁再努力。但农友最近这三个月都用了三栋的蚵仔，而且暗时搁牺牲困眠时间练习，搁再练习。带队的郭明忠老师嘛表示，增加囡仔愿意吃苦，加上因是用师傅传授方式，学生会当学到上在基础功夫。在我用师徒制的这样的方式来做教育，师傅看师啊的观念来感觉。这个是最务实的，因为咱台湾人就是朴实，我们是用最务实的一个教育的方式来教师啊。科技大学办学目的，应该就是要培养出业界所需要人才。今日台中一间酒店的总铺师，也特别前来面对得奖的选手。陈奕兴校长也强调，环球科技大学就是要来扮演好个业界桥梁。我们环球科大办学的最大的愿景呢，是希望培养出能够创新、能够创业、为企业界喜欢的良好的人才，能够在技职教育扮演一个中间优质的一个大学的角色。今年 IKA 奥林匹克厨艺竞赛总共有53个国家3500人入去比赛，环球科技大学有如此的表现，真值得各界肯定。记者李明安，从报道。